老师音乐要糟了，我怕他不知道。沙漠音乐人好啊，音乐人，这里。
出 C 妹。OK，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，等了那么久。然后刚刚来的路上，雨实在是有够大的。大家今天来有没有淋到雨啊？应该是淋到雨吗？是大大。那你有带吹风机啊？我这裤子有点湿，我讲你。我刚才是，我明明就穿浅，然后下面这一节变黑的。快干了啦。然后，今天我们还有带我们自己的海报十张。那等一下表演完的时候呢，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拿一下这样子。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样，有十张这样子。对，那等一下表演完的话，然后准备要进入九月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准备要准备时间过好快，八月了。没有，我的手表上面只有日期没有月份。然后开始要往中北部表演，这是我们嘴哥努力很久，然后希望能够有不一样的成绩给大家。那礼拜日我们要去比 Yamaha 的初赛，对，很荣幸可以入围这样。那这一次的初赛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公布啊？比赛完之后，8月，也是八月，八九月左右，八月多，8月10号。然后我们希望嘴哥金融团可以再次起航，这一次暑假希望可以起航很多次。好啊。对，那可能我们不知道嘴哥金融团是什么，其实嘴哥金融就是到一些县市的庙去拜一拜啊什么，不是啊，其实是去看表演，然后希望说可以让我们高雄的还有南部的民众可以一起去，跟我们南的民众兄弟姐妹啊。信徒善男信女，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中北部走跳，因为这样可以让你花费比较少的车钱。我们算过，如果游览车坐满的话，40人坐，一个人大概是来回大概20000多块。没有，来回大概多少？这样大概多少？500块，北部来回500块，如果坐满的话。所以我们开始无名准备，就是要揪团，我们要金卡，然后让所有加入好友的人可以收到我们这个讯息，然后看到然后让大家看要不要加入，让大家看要不要加入这样子。好了，就是这样。